多晒，已经疏散咗游乐区、泳池区、东翼同中区娱乐场啦。你唔信我只狗啊？咩事啊？喂，你肯定系佢？你睇下对鞋啲果汁。整一杯檸茶，兩杯黑啡。OK， 收到。檸水啊，老細。你睇睇靚仔，嚟嚟嚟，嗰邊張台靚啲啊！嚟，我哋過嗰邊坐啦。今次嘅冇发现啊？冇。我哋仲要查到几时？唔可以停。就咁放手，你觉得值咩？就系跟住你，我先觉得唔值。
不如 close file， 我要见上面。你忍等我，除非我艾婷。放心，我会负责。Madam， MO 八二三条友有搞事啊！仲要几耐？两分钟，两分钟就有张主页回复正常。Madam 系问，仲要几耐先可以找到佢 IP 嘅位置 ？IP 系黑沙环海边马路 MP5 网吧，又喺公众场合。Madam 啊，开快啲！先做嘢，啱啱有冇人埋单走咗啊？冇喎。哇！咁快有人將個截圖擺上網啊！仲好多人 like 過呢個 MO 八二三。去出邊睇下 WiFi 嘅接收範圍，特別留意有天眼嘅地方。Yes, madam。陈局长，我在现场，暂时没有发现。MO 八二三，八百二十三号，就是我们站紧的地方。讲下新方案。MO 八二三近期的作案频率在增加，跟网络的热捧有关。这个人有严重的网络依赖症，既然网络可以给到他这么大的满足感，我建议暂时关闭澳门主要论坛对 MO 八二三的讨论，同媒体沟通，尽量减少报道。只是封锁？这种人一旦失去舞台，就会发癫，就会犯错。可以播了。这些是这两年来他盗用的 IP 地址，还有这一笔，他一定会完成的。现在地点有了，就差时间。逼他，就是要时间。喂 ，Madam 啊，啱啱特警组嗰边爆料俾我听，佢话梁 Sir， 佢阿辉哥帮拆弹组拆弹喎。喂，不过佢个鼻真系咁犀利嘅咩吓？拆弹？佢拆咩弹？咩啊？晏昼放假炸弹嗰单新闻啊嘛。不过放炸弹条都几无聊，佢又帮咩自媒体搞假新闻喎？
我哋下面进行第二项。你写噶？我哋坐低慢慢倾。你哋认为我有病？系。阿辉，两 Sir， 你唔好激动住，呢个就系临时嘅，即系冇调整咋。如果我真系有病，我第一个炒晒你哋。佢而家嘅幻觉越嚟越严重，教授，我哋不如试下催眠介入治疗。我理解你嘅心情，但系催眠系一把双刃剑，稍有不慎，效果适得其反嘅。但系我担心佢唔食药嘅情况会越嚟越严重。佩斯啊，关心则乱，阿辉嘅幻觉可能系随机产生嘅，亦都可能。可能是外人强加给他的暗示。人的大脑究竟有几复杂，谁都不知道。我建议都是要慎重。信任，可能信任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疏导。十万晋升 VIP， 年息超过35%，先币国际投资项目覆盖东南亚地区资源支柱行业，博彩、矿产、能源、电信、银行，实时交易平台，专业理财管家，令投资动态收益月回报超过30%。先币国际，虚拟货币创造真实财富的第一平台。接住落嚟，有请我哋嘅 COO 郭婉君小姐。美国有纳斯达克，大陆有沪深股市，香港有港股。从今日开始，我哋同样拥有自己创造财富嘅平台，因为我哋有。成班小丑，做长show就可以有素材摆上网，我哋就可以同啲下线讲故仔咯。估计喺未来一个月，我哋嘅在线会员会增加200%以上噶。你搞咁大坛嘢咧，澳门司机好麻烦噶。你想点啊？喂，冷静啲啊！你唔好乱嚟啊！你想点啊？冷静啲，过嚟啊！咩慢你啊？咩慢你啊？头先系有风险噶。你哋个个都逼我噶，啊，嗰啲阿龙潘啊，啊，面得晒，好啊，起啲麦啲，你闪啊闪啊 ！Yeah！你 OK？ 我哋 OK。
今日开始，我哋同样拥有自己创造财富嘅平台，因为我哋有。你哋每一个电话都喺度帮紧每一个人实现紧佢哋嘅梦想，但系与此同时，你哋亦喺度帮紧你哋自己实现紧你哋嘅梦想。嚟话我知，我哋嘅梦想系乜嘢？搵钱，搵钱，搵更多嘅钱，搵钱，耶！加油！我希望你哋当中有人。有一人可以企到我个位置。梁生，你好。欢迎加入 Sim 大家庭。多谢。带你周围行下。好啊。梁镜辉，郭小姐。你好。澳门人真的很热情，坐。我请他来做我们保安部的丁。写得到上份工吗？转下环境啊嘛，我哋嘅人工都唔低啊。但系赌场始终大公司，帮你哋可以搵多啲嘛。冇错啦，人最紧要清楚自己想要乜嘢。记住，从而家开始，你只需要对我哋两个负责就 OK。OK， 好啊。OK， 你好似好紧张咁。职业病啊！好，咁我带佢出去先。上次多谢你了。点解请佢？我哋上次系好彩咋。咁下次呢，我哋而家係赚到好多钱，但你都会有命使先得㗎。嗯，呢边呢，行啦，带你周围睇下。
论坛到 MO 八二三消息冇晒，俾警察捉咗啊嘛？俾警察捉咗咩？你点知噶？阿头有定位啦，喺三楼 A 区。收到。三楼 A 区，拖住佢，唔好断开。Action！ 司机，系呢部电脑啊？应该系。阿头，对方又上线啦，喺四楼 C 区啊！所有人上四楼，快啲！他们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你凭什么肯定是他们？我讲多次，那晚我只是听到枪声和闻到火药味。 OK， 这个命令要拉的人都拉了啦，就当是最后一次。你放心，我会看着你。那三年前呢？你都是这样说，你已经不是警察了，放过我，放过你自己了。
咩事啊，周处长？你坐低先，我哋好好倾下。我复职啊，阿辉，唔食药嘅后果你系知道噶。啲人系咪当我傻啦？冇所谓。你唔可以认真啲咩？好，你思想问责，有冇搜查令？梁镜辉，我是真心想帮你啊！你帮咗我好多啊！我而家好自由，唔需要看护。你永远都只系只顾自己嘅感受，从来都唔理人哋。张子莹就系因为你先出事噶。子莹嘅事我会负责，我唔使向你 report。我次次嚟你都知道，咁点解你唔收翻条锁匙啊？你睇到噶啦，我真系觉得我哋做得好掂咯。其实我仲有个谂法。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网上做，将生意做得更加大呢？想做大？你自己问老细吧。到了，我家下来。我实会问的。你今天负责揸车得啦。讲你之前做司警嘅，系啊，我想知道原因。而家当差成日俾人闹，帮你哋揸车开心啲。兜多远，以防万一。好似被佢发现咗，咁醒嘅咩？佢唔系话佢呢度？佢咩抌个师傅啊嘛？你话咧？咁点啊？打俾咩抌啊？又系我啊？唔通我啊？你饮杯嘢先啦，我再 call 你。我同你上去啊！唔使。
快啲啦！品香咁高雅，是你带埋噶，买菜车真丢架。品香都要食饭噶嘛？咁多位你哋好，我系先币国际嘅郭远君，呢啲小礼物系送俾你哋嘅。你好，咩先币国际啊？搞到咁大 party， 成澳门通晒天啦、啊！嗰、那个盘有几神仙？这是加里曼的沉香，这样点一点千几元的了，这钱是不是烧得很快呢？但是我有办法找得更快，买仙币要投几多？投得越多赚得越多。信佢真的可以洗得所有的罪。你忏悔悭回很多绵羊。你一定是做了很多错事。你夠膽说你没有做错的事？我会选择自己承担。承担是要讲能力。就算我没有能力，我都要对得住信佢。郭小姐，你都好熟澳门啲路，嚟咗好耐。你又知道我唔系澳门人？澳门人一睇就知啦。你系柬埔寨、老挝人。你点知道？我嚟咗澳门四年。咁你之前做咩噶？对住我，你可以收翻你啲职业病。
先有个教授叫我交俾你噶。我阵间 call 你。点啊，梁经理，系咪话要出嚟啲监控啊？唔使，唔使，唔该。哦，好。我开个唔忍，多谢。又系你呢条友啊！你应该冇试过打仗，嗰时柬埔寨立立乱，有一日屋企俾人炸到烂晒，跟住成家走烂，好似马拉松咁，唔知几时系终点。
跟住咧，跟住咪得翻我一个咯。Sorry。好彩俾我遇到一个人，系佢带我嚟呢度。但系你都好似唔系好开心。巴傻，我嗰刻成日以为可以不劳而获，但系我有付出噶，公平。你冇八二三有聲音嚟我哋網站度。Sir， 有定位啦。咁快？即刻出發。中意搞真人 show 啊！而家全澳门都睇紧你依个冇用嘅警察喺度表演啊！我保证你会有好多观众。你系边个？追。
咁快啊？喂，轻手啲啊，纸人嚟啊！辉哥，翻去同 Madam 讲两句啊，巡例嘅啫。郭小姐，你做边行噶？先闭国际。咩都唔搞掂啦。多谢你嘅配合，梁生。弟仔呢？新女友啊？你应该问边个带条片出街？先生，咩事啊？知唔做紧嘢？我是他朋友，小姐。他是我同事。入去啊！原来你咁 open 噶，咁小心嘅。I don't care。你要尽快安个保安系统。我知点做啊，郭小姐。如果冇乜嘢嘅话，我哋就先走啦。你有任何发现，可以随时通知警方。收队。Yes, madam。我哋都要开会。哇，我走先。知唔知系边个做噶？佢哋话 M O 八二三。咩啦？你真系想将辉哥列为调查对象？咁你觉得佢喺度做紧咩？虛擬貨幣網絡投資，你覺得佢係嗰種等錢使嘅人咩？咁啊，錢啊係人都中意嘅，不過佢絕對唔係呢啲咁嘅人。其實個 M O 八二三都要賺錢噶，網絡公司啊，啱佢。將 SIM 公司嘅 Simon 同埋郭遠君列入 M O 八二三嘅背景調查，盡快查清楚梁鏡輝今晚嘅通話記錄。佢嚟见边个嚟噶？旧同事。系咁多？前女友啊？上世纪嘅事啊。我哋迟啲会走。去边？你会唔会同我一起啊？我唔可以离开澳门。
黑沙环大马路啊？你是不是在追这个人？这个人叫陈国添，尸体都是在九澳水库发现的。又是九澳水库？初步判定他畏罪自杀。即是考古了。技术部反向跟踪你的电话，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通话加密记录，就是 MO823 将我们引去现场前的十分钟。但我哋揾到佢嘅时候已经太迟啦，只系发现咗封遗书。遗书经过鉴定，系佢嘅笔迹嚟嘅。佢住喺边？辉哥啊，你到底仲知道啲乜嘢啊？我要去佢屋企。麦 Sir， 哦，辉哥，辉哥，唔该。佢做咩噶 ？IT 达人，佢曾经 hack 过银行嘅大客户数据库。好话定勒索？暂时冇收到任何嘅投诉同埋报案，我谂应该系恶作剧。我以前冇教过你讲应该嘅，一定未做实都系叫怀疑。嗯，仲有咧？哦，你睇下，佢姓陈，好多证物上面都有 C 呢个字母。我怀疑就系代表 Chan 嘅意思。呢个咧？只有呢个模，里面有100万嘅现金筹码。不过我哋调查过，呢一个月之内，佢的确有过出入赌场嘅记录。好熟嘅陈香味。究竟咩事 ？Sorry， 从而家开始你唔再系先公司嘅人啦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会照足规矩办嘅。我衰咩？你衰咸湿啊！你知唔知郭小姐佢几尴尬啊？我妹唔系好大嘅，你等我一阵先。喂，诶，喂，实 Q 入嚟，喂，喂，喂，接佢走。
job 啊。我警告你啊，唔好再跟住我啊！OK， 呢几年 MO 八二三挑战司警嘅证据已经七七八八啦，都系技术部好嘢啊！搭到咁烂嘅 hard disk 都复修到，系佢哋烧毁得唔够彻底啫。是他沒有你們那麼專業而已。如果你賺了100万，你會不會走去自殺呢？欸，他瘋的嘛，那不瘋又怎麼會搞那麼多事呢？是不是輝哥說 MO823 監視國遠軍，但是 hard disk 裡面沒有相關的資料。你相信他啊？是你寫 report 叫他看醫生的。我懷疑陳國添是被人催眠的時候寫下這封遺書的。快點去查你們說的雲端吧。蛤，那還要很久，就算找到加上申請破解密碼，而且基本上都是 backup 來跟我們手上的資料沒什麼分別。副局長那邊催得很急啊。那不如這樣，我們先結案，跟著你再慢慢查好嗎？快點去做事吧。你是说张子琪入了SIM公司？其实也没什么啊，澳门又不是很大。我拆紧这条线，我不可以被他炒。我一定不可以被他留在SIM那里。你觉得他会听你说吗？陈国坚收了100万都要死，我不想死得过。现在还会有人信你吗？咁你信唔信我？OK， 听完咁激动人心嘅业绩增长报告之后，跟住落嚟，我哋将会有一个小小嘅挑战。我哋将会暂停一段时间嘅分红。吓？咩话？咁啲客解释啊？跟住落嚟，有请我哋新任嘅技术总监张子琪小姐为大家讲解。今次主要进行系统升级，喺呢个过程入边，大家嘅接单唔会受到影响，但系分红会暂停。server升级需要3日，界面优化需要2日，新嘅界面培训需要1个礼拜，最快4日。系统升级之后，结算速度会提高10%。新嘅界面优化，保守估计效率提高15%。点理解呢10%同15%呢？就好似人哋开住部电单车，一晒雨淋，我哋就已经开到宝马；人哋仲喺度挨紧粉丝汤，我哋就已经食紧鱼翅捞饭。人哋仲喺度筹紧买楼嘅首期，我哋已经住紧别墅叹世界。到嗰阵，你哋就会知道数钱数到手抽筋系点样嘅感觉。我硬系觉得你帮我哋做嘢系有咩目的嘅。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有目的嘅。嗯，咁你话嗰个梁镜辉佢系咩目的咧？嗬？
我成日凝住咧，你哋应该系识噶。嗯？唉，冇所谓啦。无论点都好，我实会俾个交代你嘅。嗯？无聊，你唔觉得你而家好似梁镜辉咩？唔好喺我面前再提呢个人。你哋有分别咩？为咗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完全唔理人哋嘅感受，所以佢就可以唔理我家姐嘅生死。你哋系唔会知道子莹当时有几惊，但系我知道。因为我哋系妈生噶，OK 啦。仲差啲。将所有 account 关联落呢个里面，做埋呢一步，我讲过会俾个交代你。周处长 ，Sir，M O 823单案仲未报上嚟嘅，旅游之前咪话除晒证据噶。我觉得佢嘅死因仲有一啲疑点。过年嘅单案嚟嘅，今晚我要见到份 report。呢个唔系我想要嘅嘢。你知道我想要乜嘢？唔使咁，一步一步嚟，信我。你答应过我，会带我去见大老板。你呃我？有料到，入嚟倾。我查过啦，陈国添 hack 入去嘅嗰间银行嘅大客户名单里边，最近的确有人买咗大量嘅仙币。贩卖数据睇嚟，仙公司就系幕后买家，但系100万呢、這个价钱高到离晒谱。用得起咁嘅价钱去买，系想偷更加多嘅钱。偷？辉哥话嗰100万系 Simon 俾噶。如果 Simon 要杀死陈国添，点解要俾100万佢啊？而且系杀死佢之后，将笔钱留咗喺现场。
我明白你意思，你想说 Simon 想偷钱嘛。辉哥说Sim公司背后仲有一个人，就跟三年前林祖华案一样， Simon 就是当年林祖华的角色，但很明显他就是不想做第二个林祖华。那就啱了，陈国天帮 Simon 偷钱，又将郭远军的资料摆上网，背后的那个人一定想要消失。行啦，我哋去上面汇报。你放咗我，我分三成俾你，分一半俾你都得噶。你知唔知系几多钱啊？两个亿啊！你以为佢会分几多俾你啊？五百万、一千万，定系你想成世做佢嘅棋子？分完钱，我哋离开澳门，你还你。我还我。Uncle， 我已经帮你赚了不少钱，都算是无汤无欠。如果不是我领养了你们，你们还在柬埔寨玩地雷。攞咗几多少？七亿。喺边度？即刻过嚟开门，唔好问啦，自己 check。自己跳落去 ，Uncle， 你放过我啊！我知错噶啦，一路向前行。
這個後面誰去垃圾站？乜乜都知道。我已經通知了所有部門了。希望以後有機會再見。等到你三年，张志杰呢？楼下有部电单车，车牌 MP5345。你知道我要咩？记得带埋过嚟。你而家只系经济诈骗，如果你系都要撑住嗰个 Uncle 张，张志杰一旦有事。你就會加多一條協從謀殺。我都想知佢喺邊。如果唔係阿輝，我一早已經跳咗落樓啦。那個籌碼阿輝冇俾你咩？我誤會咗佢。你感觉是什么意思？我还以为你是他女朋友。前面主要去探视广场。梁敬輝的手機定位在哪裡？安華新村一座。麥 Sir， 有不妥，你現在立刻去梁敬輝家。即刻攞部电话翻嚟 ，Madam， 我好似找到咗 MO 八二三嘅云端 backup 啦。有咩发现？的确系有郭远军嘅监控视频，仲有大量佢黑过嘅手机资料。呢、這个隐藏嘅文件夹都系同先公司有关嘅，其中呢几个号码好异常，使用嘅频率好低。呢几个 number 系咪可以锁定？可以。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。好，想办法锁定这些号码。周处长，立即派行动组上街，我派特警配合你。我这边有定位，即刻通知你。Yes, sir。Thank you.
终于都谂翻起啦，啊？而家点啊？你系老板，你话咧？你先系老板啊！真系唔想撞翻你，你让我罪孽深重。就怪呢个警察太硬颈啦！呢个 ending 系你自己拣噶，啊，冇问题，俾机会你再做一次，嚟。OK， 开枪。三条命，我舍巴等你坐监坐到见落。你错啦，我杀人从来唔会自己喐手。不过你个指引就真系太无辜啦。你真系觉得自己无罪咩？谂唔到咩？姊妹情深，个妹开枪打死梁警官。帮家姐报仇，呢个 ending 仲精彩。开枪，开！开枪！开枪！
捉啲鱼毛虾咪冇乜用，我要捉个幕后猪咯。佢哋已经怀疑我啦。你要信自己，信我。从来冇谂过自己可以以咁快嘅速度去积累财富，所以千祈唔好认为我哋而家已经行咗好远，以后我哋仲有好长好长嘅路要行。心底的暗，但我就不再。